色啊，一个深色就是黑色。它就是属于这样子 oversize 版型 ，OK， 它就是属于这样子 oversize 版型，后面比较长 ，OK， 后面比较长。OK， 前面整盘纽扣是开的哇，它袖子这边很特别啊，它袖子是这样子落肩，然后袖子这边它应该是属于一个蝴蝶袖，大蝴蝶袖的裁剪，然后前面腰间这边是有抽绳可以拉伸的 ，OK， 你可以自己拉你要的那个宽度。它旁边看啊是这样子的，后面比较长 ，OK， 我身上这个是 butter yellow， 然后经典色有白色，还有就是这个 ash blue， 它有点灰蓝灰蓝这样子 ，OK。这个是 ash blue， 这个是白，我身上的 butter yellow， 大家待会去里面穿黑色比较少有啊，这种这样子的衬衫版有黑色是比较少有。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前面口袋是方形的，后面呢它是这样子有款式，你看啊，它后面这样子穿扩开，然后这边是这样子一个 bleed 的款式，所以整体它穿起来后面是有一个款式在那一边的 ，OK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很多时候这种比较 plus or oversize 的衬衫啊，有的时候 XXL 的顾客买不到，这一件是买可以下手啊，这一件是可以啊，你是穿得到，因为它上半身就属于这样子比较宽松的版型 ，OK， 腰间这边可以 adjust 啊，你可以拉伸一点，你不要这么紧的话，你就把它放松，如果它放大啊，它是这样子宽松版的就对了。我身上这个是浅浅的 butter yellow， OK， 来我去换蓝色给你们。这次呢，我就衬搭一个短裤给你们看，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？OK， 来，这个款式选出的颜色 ，OK， 就是我身上的黑色 ，OK。然后呢，我的风格是比较慵懒风的哈，一下子让我拉好一些。就是我的搭法，我是来一个比较慵懒风，比较那种水性的搭法，我就搭一个宽裤脚 ，OK。然后记得这一种的话，然后这种你就不要穿高跟鞋了，你就穿个布鞋就好了 ，OK。鞋子的颜色 ，OK。我身上的这个黑色，我的搭法是比较慵懒风的，我就搭一个比较宽裤脚的一个款式，搭到吗？这样子就是说可以的哈，这肯定上班就不行的，可能你去旅行啊，还是说逛街什么，你的你说你要先想比较随性的，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搭法 ，OK， 搭这个直筒裤脚的牛仔裤哈，深色啊，这个款式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比较少啊，衬衫方面黑色我们会比较少带进来，所以说你这次有机会就是说带走比较深的颜色 ，OK，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。上身它是这么的宽大，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上围给到130多就是这样子。如果这么巧你是属于比较 plus size 穿上去，跟着尺寸的话，我们还是有一流空间给你了的哈。可以下单 cut color 就好了，可以属于一个比较 oversize 比较大版型的一个衬衫哈，这个款式全新的款式啊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货哈。来，待会主播会搭短的牛仔，那么我们给你匹配一下，我是搭一个直筒的比较慵懒风的，然后主播搭一个比较休闲的那种配搭给你们看，它的区别在哪一边，在哪里哈？刚才是搭上班的 ，OK， 对，休裤，然后我是慵懒风了哈，我就搭一个宽裤脚的，然后我很喜欢后面啊，它是这个款式的，看到吗？可能它跟折有。Okay， 后面那个我喜欢后面的款式哈，这个，然后主播就搭一个牛仔裤，记得你这种你搭这样子，你要越短越好啊，不然的话你就直接搭我这样子的比较慵懒风的，是搭得到哈。OK， 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旁边看是有款式的 ，OK， 旁边看是有款式，后面它的长度一样是可以 cover 得到 hip 的那个 part 就对了 ，OK。四个色，我身上这个是 ash blue， 像刚才讲的，你要衬短裤的话建议你衬这样子的长度的，不要太长，这样子长的不好看。就这个长度就刚刚好，我身上这个是 ash blue， 衬牛仔强烈推荐你带走 ash blue 或者是白色 ，OK ash blue。来，我就问蓝白色给你们看一些，比较少看到颜色会是，就是说黑色或者是 butter yellow， OK。啊，你看白跟蓝会属于它的比较经典的颜色哈，这个 OK， 扣是 STU25， 下单满扣 color OK， 价钱是75，然后价钱方面有厂家规定的哈，最低的卖价是75.0元，一样哈，这种衬衫你去外面找三位数啊，稍微有点品牌的他们会超过三位数，下单价钱75就可以带走了哈。Amy 你的是butter yellow牛仔。这种旅行啊非常舒服，因为它面料是很凉很凉爽，然后就是它是比较宽松的嘛，
这些一样哈，我们常讲只有夏天才会出现的哈 ，OK， 只有夏天才会出现的哈。旅行打卡穿短裤这个很适合，不要以为它是衬衫那种厚厚的面料，不是啊，它是比较轻薄的那个衬衫面料。就是你带走了白色的话，你记得内在美不要穿大红大紫 ，OK， 要穿大红大紫哈，内在美。OK， 穿完所有的颜色，比较少见的颜色是黑和白色耶咯，黑色的话很少，黑色 OK， 来用两。红的搭配牛仔是搭得到哈 ，OK， 来再来另外一个比较新的颜色，就是这个浅浅的巴泽耶喽 ，OK， 比较经典的颜色是灰，这个蓝和白 ，OK， 其实不管你带上哪一个颜色都好啊，它这样子的版型穿出去都会显瘦，因为它把挨遮的都遮完了，都遮了，不要担心说会显露什么，是不会啊，所有的颜色穿上去都不会说显露哈，这显露灰蓝 ，OK， ash blue， 巴泽耶喽，最深的色是黑色，少有的颜色，黑色。是啊，赶快啊，数量有限。还有就是白色 ，STU 25，价钱只是75零几 ，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要介绍今晚的最后一个款式，就是裤子啊，裤子。一个色，这个裤子很容易选啊，上次你讲这个就不会有选择困难症了 ，OK。只有一个色，怎么会忘记了 ？OK。选个罗马面料的上班比较窄，不讲。